Choco. Hey. Choco. Baby. What's up? Hello， 今天刚下课，因为要到那个端午节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，就是一个粽子的这个香包。对，一会儿出发，拜拜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阳台，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做。Ready go。有这个颜色，蓝色，这个草哈，我觉得蓝色比较适合，但我妈说就是这红色比较，就是有东西，所以咱们就选这个红色的。是白芷，对，白芷，丁香，这个是艾草。OK， 有哪一个就是会让我睡得很香吗？就丁香和艾草，这两个是吧？对，行，大方，就放这两个吧。再看这。很多人毁在第一步，就是我得把这个放在里面啊。然后是这边的，行，有了。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上面。我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行。Much later。 对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两个边都缝起来了，它得先翻过来，把这做对吧，对，把这两面翻过去，然后草放进去，然后就再缝一遍，就结束了，很简单。完蛋了，缝反了，没事，这个很快，从第一步就做错了，没关系，咱们就说这是为什么有专业的人在。首先老师改了这个啊，但是它是个这个 square， 然后变成这样，就是变成一个小粽子了，是吧？那我就放进去，然后我就在这里缝就好。对，老师帮我把这个放进去了，然后呢我现在剪掉这个红色的，然后我就把这个艾草和丁香放进去。首先来点艾草哈，然后丁香，因为他们说这个会让人睡得很香，所以我就是要放这个，差不多，我觉得这样，再加一个这个吧。OK。哎，这个一会儿怎么缝，让它就是没那么丑呢？我们要把这个边窝进去，然后就缝。哎，是不是差不多？这个是我妈缝的，然后这个是我缝的。咱们就说，但这个还行，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有点变形，但是还行吧。这样，OK， 哒哒，我的端午节的这个香包结束了，哒哒 ，insert 一个这个就是，哒哒，等等，三二一，好，哒哒，结束了，一个红的，一个蓝的 ，perfect， 我们就一会儿去下一个地方，走了，拜拜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走一走，逛一逛。咱们就说，我感觉这个还不错，有点喜欢这个。Life is a journey, enjoy the ride。笑得我老喜欢，这才是我。这个好看。来，这个买掉了这两件，好了，这个最后一家店，关门了。没事儿，反正他们关门了，我就去吃个饭。对，
饿死我了。这家真的很好吃。好嘞，那我们就先吃饭，然后今天这个 vlog 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我刚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，我笑了，我刚笑了十分钟。微笑，假笑，这是我。行行行，就这样分享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今天你吃粽子了吗？Till the sunrise, Caprice is passing by, wake up with golden light.